大福，大福，大福，吃饼干，大福，大福，大福，别打了！你看虎子也真是欺负人，把大福按在地上打，大福还胖，大福还不好翻身，他也欠儿，你看啊，扇人家脸呢还。他知道撩一下他就窜，他就躲在那个角落里边。他知道有的地方小虎过不去，然后他就躲在那儿。你们把大福宠坏了，大福，大福给。你到底吃不吃？不吃，你看，哟，你这个姿势，哟，躺着吃。真懒得哟，躺着吃真懒得哟，哎呦，这懒得哟。嘎嘣脆和英英呢，要躺着吃好可爱，吃糖过高容易兴奋，这就是他表现，他就是这样子的。这啥？馍馍他应该不吃。之前这个白馍呀，他就可香了，因为他就吃那种窝窝。然后他可稀罕这种白馍了，现在是吃了好东西之后，这种别说白馍了，不吃，吐出来了，你看，吐出来了，吐出来了。大福，谢谢送的一个小心心啊，谢谢关注，谢谢。他只吃肉肉，他老虎是只吃肉肉的，熊是杂食性的动物，熊他啥都能吃的，熊是肉食呀，我们人吃的基本上他都能吃。宠坏了，飘了，能抱起来玩吗？大福抱不起来，只有威能治得过大福。这个房间里边没有一个人能治得过大福。对，吃的太好了，挑食了。煮面条给他吃，煮面条还真没试过。白面条、白水面条，我觉得他也不会吃的。